联谊会队伍，现在请着咱开发联谊会队伍来到着咱七星标志来请准备，那么也请着咱各国贵宾、咱文化局长叶吉山请准备，以及着咱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张维全请准备，以及着咱阿兰区长陈新怡请准备，也请着咱阿兰区里长联谊会会长蔡和峰。请准备，今日今日来立法委员黄伟德，请准备。邀请着咱在地台南市议会议员郭清华，请准备。邀请着咱台南市议会议员王金德，请准备。以及着咱台南市议会议员李中群，请准备。邀请到海外鸟鸟上有干渣，上有干渣后面人请准备。客家鸟主任长主任委员黄必胜请准备。三高镇干海边主任委员张雄请准备。三高鸟主任长主任委员黄信雄请准备。来邀请着三高领导人出席会员，咱由一级三高名家邀，三高名家今日中午会邀出席会员，真是有请准备。邀请着四色彩中央出席会员王文扬请准备，咱咱市议会资金议员黄丽娇请准备。我会议业成员总经理黄一波请准备，叶传武副总经理董事长李天洲请准备。邀请代表介绍副总经理董事长李永平请准备。邀请着咱嘉南电台董事长陈碧华，嘉南电台主持人丁嘉义林主持人请准备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人客班，客人客班第二回，客人客班第二回，咱遮的啊，重要，咱遮。现在差不多，咱车队流行，菜鸡流行的单位，一定在咱的贵宾，请注意。咱的队伍将在五分钟后正式启动。咱的车队，咱悠闲的队伍将在五分钟后正式启动。请参与着悠闲，但不了注意委员，委员指示部，咱所有贵宾，请准备。现在非常吉祥舒适的时刻，也是着咱土城正统六里门新宝庙，咱六里门马信师，会使讲是心灵共享、共享圣迹。咱嘉年华有名的车队，马上会请着咱队伍，咱车队长。
来着咱游行队伍，由着咱副总指挥员王明义，民务总指挥员郑清弟，欢迎各位乡亲们支持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九九重游，每一个家庭拢在思考什么，每一个做法拢有通转换成功。小当家，这边上，小姐，家庭快乐，新婚快乐。快乐！大家，咱同学，咱好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新年快乐！大家恭喜，今年来过你，大家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五谷丰收，六条平安，七彩临门，八节有庆，九九重阳。大家好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注意安全哦！大家朋友年，新的一年。大家拢在风度大展，大船入港，大丰收。来，咱这边的好朋友，咱多谢好朋友，咱再来发一句：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非常欢喜，咱全国的朋友，全国的亲戚，全世界拢欢迎，一起来祝福，所以给咱全国的
下。往前点点，往前点点。好，这里停一下，表演小哥。
今天通报了冠军。加油一下。
舞台
贤德为我们一一的介绍我们吉普车上的贵宾。在最前面在李永涛先生前有四名大兵，是咱副兵主任委员王明义，以及咱主任委员咱的青弟主任委员所率领咱副兵委员之书，以及咱无营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斌开放的机会，各中央主任委员委员贵宾，以及咱台南市府议会理事长彭如峰。Thank you.
而且民生重要活动。还有呢，咱也新春过了哦，变春牛，就是讲在农业的时代，咱要下牛叫气，不爱做工课啦，咱也好好丰收，国家就会当牛哦，百姓会当安居乐业。但是呢，文化。
Thank you.